最開心是我剛才跟啲嘢傾偈係呢啲咁樣做到呢個策，呢個係我最開心。同埋最開心另外一樣嘢就係九龍城寨咧已經拆咗啦。咁我哋跟住承認翻呢個城寨出嚟啦。咁亦都係可以某程度上嚟講係推廣喺香港嘅，希望有得帶動到香港旅遊。好期待今晚睇下觀眾睇完個反應，希望今晚個反應冇幻想過。咁當知道消息梗係好開心，即係同埋最開心係一部咁本土嘅動作片，咁香港成為嘅片，咁好成功介紹，咁係我都係你叻啫，大家有份啦，我咧就咩㗎啦，好似發緊夢啊嘛，仲未覺得呢個係咪一個真實，所以都。再都叫你做夠説明啦，即係開心嘅啫，多謝導演啦，係啊，多謝導演，即係估唔到，可以有機會我哋成班兄弟一齊去康城，可以將香港電影推廣俾全世界觀眾，繼續努力。係真係多謝成個團隊拍攝幕後，冇大家同我哋咁有機會去到呢度。同埋我嘅感覺就係，好似我第一次入圍嘅時候，所有嘢都好新鮮，都係成個提示自己好好享受嘅。係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去嚟。好似有啲創舉咁咯，覺得自己差唔遠。其實一生人都冇諗過自己可以，即係其中一個好大嘅挑戰。所以好榮幸，因為九龍城寨已經拆咗，所以我哋拍嗰時候有一個新的奇景感覺啦。咁亦都好希望通過呢套戲可以介紹俾全世界所有遊客，就係認識我哋其實以前係有一個九龍城寨喺度。係我哋四子同埋龍美峰，即係古生嘅嗰個角色，有一場我哋算係告別嘅一場戲。因為我覺得好似喺戲裏戲外都佢交付咗一份信任咁樣，咁其實我哋一路都會多謝阿古仔對我哋嘅態度，對我哋愛情，對香港電影嘅支持，好多謝佢，係啦。總之我哋作為一份子，我哋希望繼續香港電影為香港電影出品，五方嘅 spirit 咁一齊對抗黃狗，因為我覺得人有時真的很少機會可以這麼熱血、這麼義無反顧地去做一件事，所以那場戲我很深刻和很感動，我們應該要一起竭力去做我們國家應該做的事，就好像我們今天在香港這麼多不同的電影人去這裡去繼續做好自己的工作，繼續做香港的電影，所以我這個精神是代表了很多人。我最難忘覺得是林遠峰俾黃狗殺嗰場，咁嗰場我哋都個情緒都幾大嘅，同埋一段好長嘅打鬥之後，我哋仲要一個林遠峰走咗一段咁嘅過程。其實喺我哋拍攝嗰日都嗰、那個精神狀態都係好傷心啊！真係好傷心啊！咁嗰成個過程太傷心，所以好深刻咯，我都。